我们大热门要跟奥运来结合。他要听到好的声音才会完美落地。你刚刚摔吗？喂，不要这样！致敬冬奥开幕表演，全部的一个项目都表演过一遍。我放 Gangnam Style， 羽毛球也好。他们每一拍哦，都打在我们的心坎上。李阳配我上。